来到现场看球，这个球被布伊德拨了一下，布伊德拿到之后，前面有一个单突的机会，不过陈范上去打手犯规，哦，两个人，陈范的部分呢已经摔进了旁边的记者席了，哇，小心，对，哇，把我们的工作人员，哇，女性，是一个女生，哇，这球二线的断球，球线有判断到。哦，哇！我们的女性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。我陈范这个球也是追得不放弃哦。对，陈范的手好像有点出血。那我们旁边的工作人员呢？现在要闪都没空间可以闪。嗯，我记得国王队的主播席好像就在那边了。哦，那如果说是这样子，我还可以抱住陈范的。你确定他这样存款，你可以抱住他？哇，那要看一下我没有保险了。